好吗？越高越好，那 distance 啊，你看我可以啊，这样拍，那我可以转来转去啊，拍别人啊，像cinema啊，你说cinema的时候呢，你看到他从上面拍下面，下面拍上面啊，人家不知道哎，他们怎样拍，他要用很多很多人跟很多那个贵的机器啊，才能够拍到的。现在我教一个人普通的啊，新加坡你买300块啊，你就可以拍到像cinema的那种的 filmographer 这样。啊，那去树林里面呢，你 become National Geographic， 你懂吗？ National Geographic 啊， film 啊，我叫做 FBI， film butterfly insect snake 啊，猴子什么都可以。那假如你有一个 camera 啊，这个 camera 我叫，我跟父亲说了，你怎样，你能在这里啊，或者哪里都可以吗？那你第二个 camera 啊，你 film 这个 camera， 那这个 camera 你就放一东西给他们吃。或者一个蜜蜂啊，那些这样啊，你放这个甜甜的，等下那个鸟啊，这蜜蜂来了，飞在这里啊，说、so, 啊、这个 camera 在偏这个 bird butterfly， but 啊、有时候 only 可以看到 bird butterfly， 但是假如第二个 camera 拍这个、啊，你可以看到这个 camera 跟那个 bird butterfly 更好看。